因為這個主日我們慶祝全家節，就都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少少，我們這個分享福音之前，我都想分享一下少少點解我過來香港，點解有這個愛外方全教會的同事啦。就我是大家都知道是我是緬甸人的，我們緬甸都有首院啦，港區的首院，我在那裡讀書，讀了兩年的哲學之後，就我都開始想，因為我都想去一個地方傳教，但是怎樣去就不到錢。但是我在手院那裡繼續讀書，那陣子我很想我想去的地方有一個地方的，那個地方也不是很遠的地方，我的屋企附近的雲南那邊。但是如果我留在教區裡教區手院教區做教區的神父了去第二個地方傳教很少的機會。為什麼我去傳教？這個就是我小時候聽過我的婆婆其他的人他們講過之前的傳教士，傳教士大家都知道之前的西人是多一點，但是西人他們過來我們他們講關於耶穌的事，關於教會的事，關於現在我們相信的事，信仰的事，就這件事他們講的事我未見，我那時候沒有見過傳教士，我小時候我沒有見過一個西人，直到我是二十幾歲，我一個人都沒有見過我一個人，除了中國的李王橋啦。咁呢啲聽到係一個好似故事咁，一個細個就指住爸爸媽媽講一啲故事俾小朋友聽咁嘅。但係我聽到呢啲説話之後，就我都好想想點解我都唔可以去第二個地方，好似之前傳教士佢哋咁咧。其實呢個就我好想、好想嘅對神做嘅嘢。但係我嘅首院嗰度係冇機會入去第二個地方，或者係第二個院啦，做呢個傳教士。但係好在讀完兩年嘅哲學之後，就我見到有啲緬甸嘅神父啦，我哋民方傳教會嘅神父有啲係香港服務嘅，佢哋過嚟緬甸教我哋啦，啲年收我嘅嘢啦，就有一個神父佢係泰國嘅嗰陣時，就同我講過，如果我都講嘅我想做嘅嘢將來全教全教。我就好好似好想好似佢哋咁嘅我嘅期望啦，同佢講嗰陣時，佢好簡單咁樣講，如果你想入，你想做全教士，你可以入外方全教嘅，即係佢俾我有個地址啦，好簡單啦，呢個地址係咧羅馬嘅總院長嘅名同埋佢嘅地址。如果你想嘅話，寫一封信俾佢，就我都諗咗幾個一段時間之後，同我嘅主教講啦，教主教都好支持我，就我都寫咗一封信俾個總會當時嘅總會長啦。終於就佢哋都接受我啦，佢哋都覆我可以入嚟，就我入嚟呢個主。
呢個我點樣我嘅少少，我哋答翻係點樣，話特別點解我過嚟香港，同你哋嚟緊陳燕啦，好似咁啊，我哋嘅一段嘅信嘅。咁講翻少少今日嘅福音啦，我覺得都好足夠嘅，因為耶穌都為佢嘅門徒祈禱，為佢哋之間嘅團結一致，同埋能夠真正地全福音祈禱，因為佢哋接受咗耶穌嘅信息，世界就會憎恨佢哋，好似耶穌自己被世界憎恨一樣。耶穌為佢哋祈禱，唔係話佢哋會被世界所消滅、釋除，而係天主會保護佢哋，免受到邪惡世界嘅影響。但係啲門徒仍要留在這個世界，他們才能夠將福音的好消息借住全部做世界的基業世界的光，並以全身心充滿愛的世界。充滿愛的戒律，為了令到其他人的生活幸福而作出侍奉。今天的福音中，我們令我們都祈禱，而好像耶穌為他的門徒祈禱一樣，為是我們全體中間要有共融合一。為這個緣故，我們都準備好得到世界的事和冷漠的回應，跟隨耶穌，不是說要逃避或者同世界保持距離，而是我們要保持警覺，在這個世界繼續做世界的事。耶穌都為那些藉著門徒的宣揚福音而接受耶穌的人祈禱，包括我們每個人。在這個祈禱中，耶穌為所有門徒的合一祈禱，因為團結合一是標誌著最有效力的見證，為了顯示對天主的愛，我們之間互相表達愛心的時候，就是一種很強的行動，見證著耶穌所說的信息。這個主日的福音，全個節的福音，都提醒我們反省一下我們教友之間的關係是怎樣，有沒有連同他翻臉，其他人怎樣看我們的見證，我們又後來說關於基督教和天主教。今天讓我們特別為教育的合一祈求天主，正如耶穌為我們
祈禱感恩緣，求主幫助我們的言行能夠吸引其他人歸向天主，包括鄭已經離咗我們，離開咗我們的兄弟姊妹，重新遞返教會。